《太阳的后裔》男演员李一庚与女星密恋一年。韩国讯，还记得韩国夯剧《太阳的后裔》当时在剧中演出建设工人的李一庚吗？他被提起父亲李雄范是 LG 集团的代表理事，剧外的他是真的富二代。早前有韩媒爆出他和出演同部戏剧《加油吧危机》机的女星郑仁先已密恋一年。据韩媒报道，李一庚和郑仁先去年在朋友聚会上认识，两人互有好感，进而发展成恋人，现在已交往近一年。恰好两人共同接演了连续剧《加油吧危机》机，17日播出完结篇的这一天，两人爆出恋情，并透过经纪公司承认恋情，成为剧中第一对真实恋人。李一庚虽是富二代，不过他相当低调，很少公开谈及父亲是 LG 集团代表理事一事，且他丝毫没有娇贵气息，从小就习惯如果要买东西必须写出理由跟用途，得到父亲同意才能购买，家教颇为严格。李一庚演出太后后接演多部连续剧，魔女宝剑、 Go Back 夫妇，也积极出演综艺节目，近期里夜航鬼怪被子外面很危险广受关注。郑仁先则是以童星出道，曾演出《顺风妇产科》，在电影《青春物语》中饰演爱笑的女同学李恩熙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《太阳的后裔》中，李一庚饰演不信任医师的建设工人江民仔，虽然在每一部片中不见得都是担任主要角色，但他的演出经验丰富。